先做热身运动。等等我，嘿，哈哈，上进，小心点啊，可别又摔屁股喽。上进，可别又出洋相了。就是啊，可别小瞧人，让你们开开眼。啊，上进进步挺快嘛，还是你老林有办法呀？哼，这小子确实是块打冰球的料，就是爱动歪脑筋。我们要没点特别的办法，还真治不了他。嘿嘿，哎呦，可以啊，像那么回事吗？上进，表现不错呀。嘿嘿，给你们看个更炫的。这回总算走上正轨了。嗯，不过前路漫漫，任重道远呐。集合。哎，知道吗？今天就要分组了。嗯，分组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今年要力争一组。哎，这么说一组最厉害了？那还用说，还记得那天离队的刘一博吗？记得，他原来可是一组的右边锋。右边锋，这么说，哈哈，嘿嘿嘿嘿，我们看好牛。今天要进行的是分组考核的重要内容，五打五对抗训练，这可是关系到大家的分组成绩，直接影响到上场安排。嗯嗯，大家可一定要认真对待啊。报告。嗯，怎么了？我申请打个右边锋。行。那我可要看看你怎么理解右边锋。好嘞，上进，展现你实力的时候到了，加油！嘿嘿，看我的！光临到，冲啊！光临到，冲啊！上进，快传球啊，杨澜！啊！接下来就看我的表演吧。左边，右边。哎，右边。还有点意思。上进，帅！别想从我这儿过去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不管你玩得多花哨，我盯住你人就行了。上进，小心身后。我就不信过不了你。啊？嘿嘿，啊！我球呢？我球呢？球在这儿呢！啊！张姐太逗了，球被偷了都不知道，还傻傻的在那找球呢。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。上进。这就是你对右边锋的理解吗？大意了，大
意了。是吗？我光顾着前面，没想到被后面偷袭了。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。嘿嘿，您就看我的表现吧。嗯。不给你露点真本事，你是真不知道我的厉害啊！哎，这次我肯定不会猜错了。你左边，啊，又上当了。又来这一套。哦，还想从我后面偷袭，绝无可能。我球呢？上剑承让了啊！不是号称被埋没的冰球天才吗？就这水平啊？也太搞笑了吧！意外，意外！上剑，右边锋难道是这么打的？失算了，失算了！我光顾着防后面偷袭了，让前面占了便宜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可就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，想想你该怎么做。看来为了这右边锋，必须得使出我的看门绝技了。哦，看本天才的超级无敌 S 线摆脱。想阻止我得分没那么容易。就没有我冲不破的防线。啊！上进，别再往前冲了，快传球！我就不信突不过去。上进，这回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突完一个又来一个，突完一个又来一个，到底有多少人来烦我呀？怎么，被撞得神志不清了？你突过去，别人就不能再回来防你了？对呀，我怎么就没发现啊？你老低着个头，你能发现什么呀？你呀你，打球视野太窄了，一点大局观都没有。可是，啊，行了，你先在边上冷静一会儿，好好看看高林达是怎么打右边锋的。高林达，加油！啊！来，大家过来一下，交换位置，重新开球。对对对，右边锋就该这么打。哎，
得跟他请教一下。是我，高琳达，跟你请教个问题呗。老林让我学学你，右边锋到底该怎么打？你有什么诀窍吗？顺便教教我怎么成为一个出色的右边锋呗。没时间啊？别啊，怎么会没时间啊？训练不都结束了吗？啊？我要学哈巴涅拉舞曲、纳瓦拉霍达舞曲、布兰登堡协奏曲。你觉得我有时间吗？哈巴什么？哈巴狗？我表姐家就有一只，我领你去看啊！干什么呀？高琳达，哈巴那什么学完了吗？现在有时间讲讲你的诀窍了吧？我现在要学逻辑思维课、自然科学课、哲学导论课。你说我有没有时间？那你先忙。高琳达也不教我，还被老林发配到了第三组。我看这右边锋啊，是打不成了。谁说第三组就不能上场了？你到时候你照样打右边锋啊！啊，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尝尝，你可甜了。你说高琳达怎么就打得这么好啊？我发现个细节啊。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啊？细节，你说说看。高琳达打球好像你都抬着头，抬头打球。对啊，怪不得老林老说我闷头打球呢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我明天就试试看。就是抬个头嘛，有什么难的？我先练练手，一会儿好震着他们。哎，不对，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啊！哎，再来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球怎么不听使唤呢？老林，你那招还是有点效果啊。这小子还行，多少啊，悟出点东西了，总算是个好的开始了。哎。依然是任重道远呐！哎，我还就不信了！好像也不太难吧？怎么这么难呢？高琳达是怎么做到的？你！想打好右边锋吗？首先，
要学会阅读比赛。阅读比赛？啥意思啊？